哈哈，他太跌倒。我觉得90分再加一些脂肪，反正看起来亮亮的就好，没有人会知道你怎么来讲。谢谢。我之前陪我朋友挑过婚纱，然后又有试过伴娘服。他什么时候换挑？有车有房有存款，热血上进青年欢迎。到别人的频道应征老公。我觉得这件比刚刚那件更有气质，这件感觉我会喜欢，就是我也喜欢。感觉你太多的话就不好看了，会开开的。对对对对。哇，我是公主。啾啾啾啾啾啾，我要在公主旁边的小鸟鸟。小鸟鸟。